传吧。绿色产品一个盒子透明包装，别不信你闻这里早就已经飘花香的味道，香的味道。时间吐出了烟雾，就当作慰劳，最轻松舒服的姿势，不要想到悲伤，思绪变得好奇，像是被风吹了飞掉，那多微妙。经过烟后来到肺部，带来开心的疗效，效果不昏睡，数学校学不到的诀窍。大自然的原料是人类用最迅速灵感的去处，就不小心走了神。再大的烟雾能闻到的有几个人？传给你，传给我，空气都拥挤得很。那你也热了，如果外面有不够氧气缺少，不是你还有我都被熏陶，一起被熏陶。从手指蔓延到写下韵脚，分享几多餐还没晕倒。它舒服的起舞，我们都还在寻找。如果你想一直待在哈巴，谁问？过多纠缠，发现进入下个层次。那景色就像浮华，有你还有某座城市，让你眼睛又红又肿的，浓浓一口，那感觉你早懂了，想给喉咙一种。在台北，我们也都这么点燃，在下雨的车内，赶走一点点烦，习惯星期一的情绪会有一点点难，甚至有时容易，有时不准一点点难。也想在你的那里，风有多少的燃情，音乐放好大声，被大力的抱进怀里，看我卷得好大。我们都还在寻找，如果你想一直待在哈巴，谁问？